白白浪费一局啊。老头，不知道是不是先追的人先推墙好了。在对面，墙先推没有什么关系，先做好路。他好像是追人的、欸，可是这把没有那个雷诺哎。梦境也被我素材好多次、欸，应该不是梦境啊，梦境会滑墙啊，是不是他？干你伯嘞！他这样赌哦，不能放磁铁，要闪现解他刀。你得想办法那个，靠呗。Nice， 谢谢。远距离跟他比战。我在这里啦，你在干嘛？我靠！我靠！那恁无较好诶、啊！哇，你这个是困兽之斗是不是啊？你这个恢复得很快耶 ！Fuck you！ 哇靠，有这么多电啊！快轰起来！秒撞秒救，拜托！秒撞秒救，拜托！求你了 ！Nice！ 有意思，很棒！操，我把这台电梯用掉，我刚才就被这台电害死了，我操！他妈的！哦，阴手术哦！
他还是想帮我扶起，靠背，我要换杂技了，前方出发了。先交你就没啦，两个救人位满血的，你想干嘛？这台电我们也用掉，你想干嘛？啊？画个法布。哈我的前锋可以一直秒中秒救的。我就喜欢这种拉长球秒中秒救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拉长球秒中秒救比你在那边压半救还要好很多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好一百倍。四宝啊，真棒。对吧、啊？就说他不是那个梦境会滑翔，这个不太会。